杨紫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区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系本科班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2002年出演《孝庄秘史》中的宛如，开始崭露头角。2005年参与主演的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播出，凭借夏雪一角被观众所熟知，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。2012年正式参演琼瑶新剧《花非花雾非雾》，该剧在2012年播出的剧集中名列前茅。2013年凭借惊悚悬疑片《守株人》中佳佳一角，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新人奖。2014年3月8日主演的战争剧《战长沙》首播，该剧是豆瓣电影2014年度榜单评分最高的大陆电视剧之一，也成为了杨紫演艺转型的重要代表作。2016年主演的电视剧《欢乐颂》播出，她在剧中饰演的林婉瑜一角深受观众喜爱，并因此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。2018年凭借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锦觅一角，提名第24届华鼎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。2019年7月9日主演的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播出，凭借该剧中童年一角，获得了第26届华鼎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。2022年3月15日主演的电视剧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播出，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林之孝。该剧播出后连续29天位列视频网站剧集热度榜首。